首先就要預備十個信封啦，跟住要將佢每邊對折，短邊對短邊對折。接完短邊之後，就要打翻開張長邊嗰度對折。有個短嗰邊就有一個中間位，長嗰邊都有一個中間位，然後將呢度其中一邊呢度嘅角對住對翻呢度嘅角，然後四邊都要咁樣折。然後我哋將上面同下面嘅三角形仔合埋。
然之後我哋喺最後尾嘅角入邊，淨係先釘一邊，然之後再將鐵繩對接，然之後再綁個結。然後我們就攝去這個角度，之後再將它釘埋。之後就完成了。